好，我是雨熙。今天呢，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比较爱用的几支口红，就是这些。最近呢，是突然间比较喜欢这种暗色的，然后它有点黑了吧唧的，看起来比较有气场，然后又不会觉得妆很浓的颜色，然后适合今天比较想要气场一点的感觉。薄涂呢，就是有一点点暗红色的感觉。第二支呢是玛丽黛佳的这一支，这一支的颜色就是会感觉很有元气。这支也是我在千秋令里面多数涂的一支，也是比较有气场，它的颜色是稍微偏粉色一点点的，是粉调的，比较适合全部妆容，然后也不会挑春夏秋冬的一个颜色，然后相对而言也是比较显白的。这一支 Chanel 的呢，它的颜色我觉得比较温柔，想要看起来比较温婉，我觉得可以涂这一支。它比刚才玛丽黛佳的那一支呢，颜色更加的偏豆沙一点点，没有那支那么艳。那这一支呢，我也不涂全唇，涂一个相对而言比较薄的表唇一点。还有一支呢是这支纪梵希的，它的颜色非常有意思，打开看可以看到它是比较暗的，然后它的里面呢有很多亮晶晶的彩色的 bling bling 的，这个涂在嘴上的颜色非常好看，不会看起来这么深，而且它很润，如果嘴很干的话可以当润唇膏用，稍微偏紫调一点点，虽然现在这样有点看不太出来哦，但是它里面有很多这种彩色的亮粉，就不是单一颜色的亮粉，里面有点发绿发蓝，但是涂在嘴巴上完全没有。OK，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咯。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挑到自己喜欢的口红色号。下一次我们再多加几个颜色吧，拜拜。